慈济加拿大的北多伦多慈济人文学校，孩子学中文也学人文，校方举办了成果展。侨居加拿大，小朋友竟然能用唱歌的方式正确读出注音符号。北多伦多慈济人文学校举办恳亲会，邀请家长分享孩子们的学习成果。妈妈，有没有好舒服？舒服。大家看看，好。好，生活就是教育，恳亲会上不光见证孩子们的表现，老师也透过亲子游戏的设计，让爱护地球和孝顺的观念根植心中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张素文、陈建廷、程香，加拿大报道。